69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第69页，69页，啊，我们看第二章，啊，随文解释，随文解释，甲一啊，续其以一化法，啊，化法就是六成就里面啊，五种成就里面。就是所谓信心的成就，如是我闻，这是每一本经典拢第一句话。如是，基所闻之法，也就是本经。如是就是所闻的法。第就素色坦来解释，一切佛经最初。拢是按如是者，诸佛得同，不以世经啊！啊，意思讲佛佛道同，佛如是说，啊，这个是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圣人讲的，啊，不是用辩论解决的，这是确确实实佛啊，大彻大悟讲出来话，唔是世间人讲的。谢刚刚讲的，甲讲的乙就反驳，乙讲的丙就反驳，哎，不以世真啊，世界希谈，世界希谈，这是骗一切的处啊。世界希谈的意思就是骗一切处，刚刚讲的放诸四海而皆准，哎，佛供的得力啊，世间人无所证，三法印。那就是这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时相应，这没什么好争的，也不能争，这是真理。哎，世界希谈，令闻者生信顺果，这叫做为人希谈。为人希谈，简单讲就是针对根器说法，叫做为人希谈，就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根基到什么所在，咱针对伊的根基来说法。好，伊会当信顺难，会当信顺难。对破关的经典啊，关的经典头一个人加一个阿欧，阿欧就是无有能力啊，哎，无有什么能力啊？先无有什么意思呢？不如不是，哎，不如不是，就是讲，也不是如，也不是是，那到底是什么呢？无法对峙，无法对峙，哎，如是这两个字，就让你起怎么样，哎，信心，然后加以关照，加以对峙，但是呢，也不如也不是，那你要从哪里下手？所以没有对峙的作用啊，这个，所以这个对峙希谈。那么几乎所共的话，今昔啊，如立第一希谈。就天台宗四义相，拿四种角度的意义啊意思来解释，就是天台四义啊，这个稍微背一下啊，就因缘的角度来解释啊，就是这因缘啊，因缘是的因缘。世尊要入涅槃的时阵，阿难问佛了四种代志，70页其中之一了。就是佛教第一切经典的开始，拢称如是我闻啊，拢称如是我闻。由阿难生做结集啊，哎，伊个貌相甲佛同款，大众啊起这个三疑、三种怀疑啊。阿难啊，那唱讲如是我闻，哎，了解讲啊，这不是佛啊。那么而且这确确实实是为佛听来啊，这不可怀疑的。
那么种种的怀疑都能破除，而是三疑皆前，前就是破除，那三种怀疑通通破除掉啊，让你了解的的的确确是可信的。第二就告来解释，佛如是讲，阿难的如是闻呢，无有错谬啊，没有错误，这是天台宗藏教的意思啊，藏教的小圣的藏教。佛的名就是色空不异，叫做如色法和空，这无什么差别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哎，即是而真为是啊，即是而真。啊，即是而真就是全相即性，啊，这个位啊，除非你悟到本性啊，阿那无尽拍去体会，即是而真，是就是一切现象，即一切现象而真，真就是理法界，即一切现象界就是理法界，一切的理法界不离一切的现象界，现象界。那么就即是而真呢，啊，刚刚讲的是一切殊胜，当下都是真心的影现呢，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啊，也不能够说小看这个色身。那一般学佛的人修行的拢观照讲啥物呢？啊，观照讲啊，这是不清净啊，无常的色身，啊，但是呢，是对弯教的角度来讲啊，即假而真，虽然是臭别弄，但是法身报身同时具足，同时具足。啊，那么咱众生未晓得，众生未晓得，那就今日电视报道的嘛，啊，一个女孩子啊，国中的女孩子，啊，就离家出走啊，那烦恼，啊，就有很多人就是课业啊，课业重啊，课业重，像迄天台大的一个女学生，她个法律的研究所啊，律师已经考掉啊，嗯，律师已经考掉，跳楼自杀，嗯，很是。哎，啊，佮写遗嘱，写遗嘱，写遗嘱。哎，啊，你无拄着法师，伊啊拄着法师，伊袂跳楼。啊，今日你这无讲，你是国中诶思想不成熟，啊，什么都哦，无虾米希望。嗯，啊你出去，啊出去无转来，无转来，怎啊去用发现伫个草丛内面，结果死了，脚手拢去用拔掉诶，啊，规个面拢去用刮甲无半下。面拢面规个规顶皮拢挂起来，规顶皮拢挂起来，都那看面都袂认真就对了。呀，单身一个女孩子，伊就人拢找这款下手，找这款的单身的女子下手。啊，按照事业即马搁在查，啊，咱即马就是安尼，你像报纸看呢，啊，就讲，啊，干那因为一点点吃醋。造成遐大的严重的错误，因呐，比如讲，哎，两个男的，哎，两个男的，两个查甫，哦，啊，人来介绍女朋友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要给我，哦，我介绍女朋友给我，第一，本来要介绍给我，啊，结果要介绍了，哎，看到隔壁迄个较介意，隔壁迄个较缘投啊。啊！哎、欸，你看到一个，目镜看现金都无看半项，无介意，要介绍我，人说无介意，我说介意迄个，啊，食醋，嗯，去堆迄个汽油，去堆迄个汽油，堆迄个宝特瓶的汽油，哎、欸，啊，即嘛方向三唔对方向，啊，那结果是带右边，伊去啊，结对左边去，汽油点着了，恨嘛，嫉妒嘛。本来要给他们家的人都死了，结果人家是住在右边，结果都结对左边去了，哇，下面起火了，四台奥托拜烧火烧起爆炸，里面烧死四个，你甲想看，四个哦，你困了走袂灵，烧死四个，叫烟呛死了，四台奥托拜东西化火起，要走来维护了四个楼梯啊，啊，其实四个白死啊，拢无熟悉啊，啊人结果伊咧接到迄、那个。是伫正哩正，住伫正边啊！安尼啊，一念之差，你看看，我们众生伊无听到佛法，你看安尼一念之差，为了一个女孩子，哈、哦，安尼
造成这么严重的，才十七八岁而已，十七八岁。所以这个学佛不是说年纪大才来学佛，年纪小就慢慢让他接触这个佛教，了解这个因果观念。那今天你学佛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你说哦，我今天介绍这个女朋友要给我，那个 看到隔壁会喜欢，我们就欢喜，哦，加载加载，为什么加载呢？那带来凡事每天叫我鬼算盘就不一定，那是很坏事的，坏得怕死人的，加载没带到这个，哦，你会想观想嘛，观想嘛，啊，我们佛教人会想知足，啊，该我的就我的，对不对？该我带的就我带嘛，对不对？哦，啊，那不是我们的，用强的，还是说用抢的，也抢不来。啊，人爱着伊，人迄伊的业障啊，这也毋是咱的业啊，伊的业啊，伊去悟就好啊，甲咱无关系。咱学会的人的，他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解脱，一念之间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天地万物的这些纷争啊、困扰。可是你若看的报纸吼，是我们众生吼，迄个无明啊，实在是足悲哀的对啦。一念之间呢，安尼休息死的，啊，看这因果要怎担的。所以说我们呢，是即事而真啊，就是如果我们了解一切事项，你呢用妄想心，你就继续一直做业轮回嘛。啊，那也要用真心跟回光返照之类，啊，就延伸延灭的东西啊，哎，就没事，什么事情都没有，啊，什么代志嘛无。阿兰所传呢，不异为如啊，啊，不异的是没有什么差别啦。连款即所款为师啊，很简单啊，所传不异嘛啊，那么跟佛陀所讲的法是一样的啦。能前就是所前，能所本是一如的嘛啊，这个是通教义。忽明啊，佛啊说明的怎么样？出生死有边，那入涅槃无边啊，忽了。刚才开始明就是明示开示，我出就是超越啊，佛的开示我们要超越这个生死的有边，所以生死有就是属于生灭的因果法，它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简单讲就是生灭法的物件一定有一个界限啊，比如讲啊，这栋厝起真大间，你搁较大间，伊就有一个界限。我们地球真大粒，地球真大粒，伊嘛是一个界限啊。除了啥？除了虚空，除了虚空以外，伊都无一个界限。所以在生灭法的因果所显现出来的色身理法，依不个正道，一定是有边。何以故？因为这不是无形的心性嘛。好、哦，因为涅槃都无讲呢，所以涅槃无边呐、啊。啊，涅槃无边嘛，所以一念解脱，无量的灾祸嘛。一念的解脱，无量的灾祸。学佛的人的世间上界有钱的人。世间上该有钱的人，也咱无讲，啊，咱有钱活了袂快乐，比善人较食力，比善人较食力。哎，佛啊，甲这祖师大德要禅宗的，咱的修行拢修炼唔到，啊，那修炼唔到叫做心外求法。咱大家关心的代志，拢咱外靠世界物的代志，啊，我的后生啊怎么样子啦？哦，迄、那个对唔，这个唔对啦。因为修个什么人，大家拢关心咱这个清净心。我有起心无？我有动念无？我有起善念无？啊，我是起恶念无？哦，安尼观照，直接入心，慢慢将这个妄想心化作真心，也无真心可得，安尼涅槃无边的心性，马上开出，马上显现出来，马上显现出来，马上显现出来，对吧？好，所以讲，咱人若有智慧，甲无智慧是差真济。比如讲，哦。我出家了，出家了，哎，啊，阮阿哥哦，甲叔妈伊着走去雷音寺哦，哎，请叫人家哦，走去雷音寺看，啊，咱是安尼，活甲真欢喜，真解着，因为出家哩，欢喜充满，啊，阮阿哥袂晓诶，啊去走去山顶，啊参叔妈安尼，啊两个安尼，踮遐一直哭，安尼哭讲，讲了落山了，讲一直哭，哭讲，啊那一个囡仔安尼可爱囡仔安尼走来一山尾溜啊咪啊。啊！你即看，啊，咱是安尼出家是欢喜啊！哦，立涅槃的无边，伊是安尼替我哭啊，生死有边。啊，
哎，照讲我就爱靠因两个。你讲哎，为啥无要学佛？为啥无了解众生？无了解生命真实相？对啊，我无靠因，我换一顿来靠我，这真是奇怪。哎，所以这个众生不了解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啊？生命对他来讲，它是一种惩罚。哎，所以呢，学会的人，什么事情就要看得开啊。刚才讲的是讲我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别人的事情，别人的生死自己了。所以该解脱了，解脱了。为什么？我唔怕你插别人。我若看到迄个咧讲白话，我爱笑啊，我袂去甲闹开。啊，你即摆咧创啥？啊，哎吼，你创啥？啊，咱就知啊，伊一定有原因才会讲白话咧。无咱袂去甲伤害，咱了解伊咧讲白话，但是咱嘛笑笑啊，啊，对不？所以讲，咱若是讲真正有心性的功夫的人，接受见相即道，懂他的理，涅槃的不变。只要你不起心，你不动念，你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用这条心，一切法不受，你的妈熊不是善不是恶，这个就是本来的面目。慢慢慢慢再来做长养圣胎，去除啊习气的工作，去除习气的工作。所以禅宗那一句话，最后我才体会，禅宗从根本下手，根本修就是用本性在修行，用本性。我本性啥？无来无去，无代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你可修行过吗？一切现现象，咱拢来去，对不？那因为有来去嘛，所以有增减。你看看。我们有来去，我们说啊，我们结婚就来，啊，有时间离开痛苦，对，对啊，增加啊，增加，比如说我们人一直大汉，哎，老爸老母一直啊，一直欢喜，啊，减啊，死亡，无常的死亡，啊，伊唔知这个增加动体是空，减少动体嘛是空，哦，所以你有常的物件一定有生灭，一定有增减，这一定的物件啊。上当中是元气，啊，元气当下就是无常的物件，伊就无一项可得的物件，安尼，啊，所以讲你就安尼慢慢在当体会，就讲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迄个涅槃的心性，一手就影现，剩下来就是长养圣胎的功夫，安尼来的合作康体，目标正确嘛，无相嘛，安尼来的慢慢断习气，远离恶言，听善知识的，然后克制自己，那哪不是？比如讲，为什么佛教徒，你看佛教徒，今日在美国回来，伊就讲，哦，所谓录音带在美国很风行，来啊，伊就讲，唔过吼，我伫伊伫美国，伊发现一个迄款嘞，发现就讲，这在家技术吼，那两三个聚会吼，在咧讲法师的歹话，伊叫我讲，哎，说声过恶犯大众罪，叫我用国语也去讲一摆，我讲，哎，这有因缘在讲。你佛教徒嘛，对不对？他也有听法嘛，他一聚会，他就毁谤三宝。他知道因果，可是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啊。他不会把对方当作是菩萨，对不对？他入生时的有变嘛，对不对？哎，现在过来，没得给你看嘿，嘿你的代志啊，你若唔了脱生死，你的代志。所以讲，与其你让别人同情你来帮助你，不如我们自己先自己彻底的。自我回光返照，啊，然后你要特别了解回光返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关照的你的心，关照你的心。你可以得几点？你放不下是自己的痛苦呢？你惩罚自己，没有人同情你的。你今天对某某人不满，或者是疑心疑鬼，或者是嫉妒，你有用吗？没有。为什么？别人帮不上忙啊！你痛苦的是自己呀、啊，戆人啊，就戆的是安尼。所以入涅槃无边，其实都在刹那一刹那之间就完成了佛道。处无入中道，哎，没有所谓的入的中道，哎，超越没有所谓的入。我们说入于中道，那还是有出。那所以说，超越这个无入的中道，没有所谓的入，中道就是中道。哎，无相没有所谓的出入相。阿难团住依佛说，不以为如。为欠告欠，无非叫做是，无非叫做是，这是别教义。别教义，佛名生死就涅槃，也就是中道。有名真如法性实相等，遍一切处，随念一切法啊，随念一法，无非是佛法。
这个啊，这一句话我到33岁才体悟到，这一句话随念一法无非佛法，到33岁才体会，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啊，佛法这种东西吼，你一年一年的感受不一样，听一次一次的录音带感受也不一样，思想慢慢的成熟，一直到哪里到哪里的感受，到什么程度的感受才相同，就到明心见性以后，你对一切法不受的时候，所有的感受都是相同。为什么汇入涅槃的空性思想里面就没有说增减相，没有生灭相，他的感受都是充满着喜悦，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享受他的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哦，这不是真正的生命，我小时候不出去我不停在想，人死了要为倒去，这样一日吃饭放屎要创啥，啊，娶某敢就一定要大家爱娶，吼，哦，啊，这敢那这不公平，别人现世人我生做这大汉，这为何缘故呢？啊，对这世间的迷茫嘛，迷茫。哦，后来才发现一切法不可得相。哦，原来这东西哦，摇惑迷惑我们的心性的。所以告告研读到六祖坛经，大足和尚顿入入道要门论啊，然后楞严经、华严，才发现啊，今见骗一切处，随念一法，无非都是佛法，是吧？无非都是佛法。哎，人家赞叹你也是法，人家回报你也是法。啊，因那里呢，有人要告假，啊，师父我们告假，泰国去，去禅学，啊，如果有吵到这个僧团的，我们表示很抱歉。我讲无。今嘛叫做法，今嘛叫做法，为啥叫做法呢？世尊跟你讲，诸行无常，来去是生灭相，对不对？对，啊，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里面讲，无有定法可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表示说这个世间的真理没有一定的模型，悟道也没有模型，啊，你假设一个观念就是错误，只要你在延生延灭的啊。这个因缘法里面不加入任何的见，就是本来面目，就是本来面目啊。来去啊，一去他大家哈，他不要一个邓矮，不要见啊，就是这样子啊。师父在背后支持你，成就你，我们只有怎么样行业发现我们无量的祝福，我们没有嫉妒，我们没有嗔恨，在这个佛陀的国度里面，他只有平等不二慈悲跟喜舍，没有任夹杂任何的仇视或者是敌对的。为何以故？骗一切处，随念一法，无非通通是佛法。因为你也该团下面东西该团了，对不对？案都该过了，通通解决世间的相，错了，那就一直累积的错误，对了，那就永恒的享受你的生命，享受你的生命。说阿难，传诸以佛说的不以为如，以佛无佛不能经动，故名为师。这个就是圆教义，圆教义啊。哎，第三就本节来解释，世尊九万劫已经成佛了，已经成佛了，所说的经初如是者本也，所说的经初如是者啊，所说的经典即开始，初者即开始啊，所说的经典的开始都是按如是，这是根本。今日所讲的经初如是，这就是节啊，本跟基由阿难所传述的啊，如是者即也，佛所讲的如是者本也啊，如是者本也。第四观心，观节所说的诸如是义。该是咱人一念心中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这句话也是蛮重要的。你哪一当体会的哦？就是真的大彻大悟的人。什么叫做即空、即假、即中？即也当下一切相都是空性，当下虽然空性，但是不坏假有。只要你不着有、不着空，随一切因缘法放下无所住。就是中道，也简单讲，空性的思想不离假有，所有的空假不离中道，所有的中道当下就是具足的空假，
甘登贡，假就是一切相，空就是离相，那么中就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就是中，就这么简单。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讲起真简单啦、啊。所以你这天天在讲修行，讲真困难，太简单了。后边你去看，你就惊死。活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呐、啊，梦到这个什么呀？梦到这个淫欲啊，在做梦的时候行淫啊，梦到淫欲、啊，起来很忏悔。哎，起来以后经过佛说法，马上证阿罗汉果。为什么？哦，了解一切法，万法唯心造。马上证阿罗汉果，迄底的很多东西在谁的证阿罗汉果，亲像咧食饭安尼，很简单呢，就是那么简单呢、啊。事实上也是啊，啊。你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世间有法可得吗？啊，既然无法可得，为什么你放不下呢？为什么那不要用慈悲心写？我点嘛该以前呐、啊，啊，在大学里面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学生这样开始，我说结善缘很重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的法都是无量阿僧祇劫来。你今天你结恶缘，就断掉了，来世没有缘。你今天结善缘不止现在啊，你生生世世都有缘，为什么不珍惜这个因缘？对不对？为什么不珍惜这个因缘？啊那要珍惜这个因缘，唔通天台讲话就讲靠，讲人闹亏，啊唔通安尼，讲话啊赞叹，你明知伊讲白餐，嗯，安多好啊，就知道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有原因嘛，他才这样子嘛，对不对？空假中这个思想啊，如果你同时具足的话，就圆融了三观，在因讲观，那么成就就是讲地啊，三观是在因地这样叫做观啊，那么在果地就是地啊，果啊就是三地啊，三地的这个真地、熟地、中地啊，在因来讲修空观的人，到最后证入到真地。修假观的菩萨道啊，到最后啊就完成了熟地的不坏假名啊，一切相就是当下就是啊，啊过来啊，如果是修中观的人啊，到最后就得到啊这个真中地啊这个真地、熟地、中地还是一样，三观三地一心记住，有观如是正妙幻，妙幻都是心幻，幻逆如是啊啊，法尔如是，这个要骂自己去体会啊，法尔如是，哈，这句话很不容易体会的。这个尔字啊，那法本来就是如实，就是没有办法透过语言说，也不必去讨论啊，一定是安那因果清清楚楚，所有的因果都是空性，空性不坏，假象的因果。假象的因果，在众生来讲要对得起因果啊，在圣人来讲他要对得起因果，因果骗一切的众生相，一切的圣人相啊，空性也是一样，讲到空的离体上的来讲，一切众生都平等，讲到因果，一切众生圣贤差别无量差别啊，虽然一切的差别因果当下就是离体，就是没有差别，一切的离体大家都是佛，但是因为业障无明的不同，显现无量的依报正报的差别相，所以无量的差别相就是本体的平等相，所以本体的平等相幻化因果的连锁的差别相，哇，不能就是这样，没什么谈共法尔如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不可思议，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它不是用意会的，它是用悟，就是如此呀，甘登贡法尔如是，就是法然呢、啊。然就是如此，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要命这个法然，这个很不容易的人呢、啊，知道吗？法尔如是就法然，本来如此，没什么好说的。哎，空假中同时记住，那、啊、非谁造作，不管任何人造作啊，此皆是言教义呀、啊，此皆是言教义。如是者，信成就也。信修弘行，即三行智慧。亲像《地多论》安尼讲，信为灵立，地为灵道。这句话实在讲得太棒了，太棒了。以前
有一个 BQ 来参访，来参访师父，哦，伊就下跪顶礼合掌，啊，请师父开示，哦，伊就一直讲他师父的不是啊，哦，讲他师父啊，他怎么样，师父，他说师父不如法，那师父怎么样子？我告公，你跟我讲，我不会退道心，但是我可恳你，你要赶快离开你的上人，为什么？你对你师父无信心，伊所讲的你全部否认掉。你说供的话，你讲你的操作，你不能入。这对师父上人没有信心，你只有造业，造业啊！所以说，智者从师之长，愚者求师之短嘛。有智慧的人跟着师父的优点嘛，没有智慧的人就刚刚切师父的缺点嘛。啊，我可说你要赶快离开师父啊！啊，光你去爱去找一个你对伊有信心的，你感觉伊是高精大德的，去挖掘伊身躯边。要不恁师今麦讲的拢袂哩危险，你对他成见这么重，伊逐项拢唔对，那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为什么？无你也下地狱啊！在这个戒律学里面讲啊，一天到晚寻找师父的过失，这个就地狱的因啊，会下地狱啊。啊，这个在密宗里面讲上师啊。上师啊，是根本传承啊，这个法也是一样啊，你的上师父就是你的传承啊，你对一个传承人都失去信心，那就不要谈了啊，你就什么都没供嘛，这是唯一的根本思想都没有，那你什么就树木没有根啊，啊，我讲你赶紧去切一个，但是我告诉你，他说好，我赶快离开，我听法师你的劝告，但是我还要劝告你一句话，当你去亲近另外一个道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不要看那个住持的缺点，否则的话，你一样安住不下来啊！你永远卖光一个住持，你亲近那个善知识，你个动作，一不是佛，一有夸掉，哎，你对他又有信心，我依法不依人啊，不依人，对吧？但取莲花不取污泥，嗯，无力无力，哎，喂，大智的人跟我信为能度，你对他没有信心，就大行都去了了啊！你别跟我讲啥。哦，下次离开你师父以后，到另外一个道场，你要用这种心，要把它当作是菩萨，也不离不离，啊，他实在没有法，你就要离开，啊，没有法里面呢，说有食有法可安住啊，在沙弥利里面这样讲，有了饮食，有了法，我们就可以安住啊，啊，这智为能度啊，啊，教规无故，啊，智慧拢未开，啊，叫伊无所掉，啊，大行都是计较安尼，哎。当然不一定，智为能度啊，为心跟智慧的基础啊，可得佛法利益。那一旦得到佛法的利益，慧寂大师的《法华玄奘》啊，基信五十种啊，十义。第一个，七极果之初因，七极果之初因啊，就是讲，你极果就是佛果，你要成就佛果。一开始你要先对三宝要具足信心，具足信心，这个就是师父的教化很重要，师父的教化很重要。比如那刚等，比如他重视，那人来讲俗语的，嘘，赶紧的，哎，无讲啊！你美国一直讲，即马一个讲无够三，我来倒啊，十个规个开始一直讲，讲到后边。讲了书无一块好，敢若伊在家人上好啊！啊，叫来出家，伊阁无爱。哎，要讲出家人的缺点，爱真计较。嗯，咱来小想看嘛，咱敢有比迄个师父较高？无，啊无，咱来批评啥？我们连基本上的剃度都没有，人不过较歹，歹到较歹，毛剃头，对不？所以这个，你别去举果的初因，这个信心都没有啊，你就唔免讲啊。所以那个啊。五十二个阶位呢，实信啊，那个十种信心啊，事实心以信为首嘛。第二，入地理之基础啊，你要进入这个真理的基础，那要有信根呢 啊，因为那股要注意看，万善因之而生，你若要信。行这个万善，你都要信。这个信最主要的就是要对三宝，哎，对三宝，对佛要有信心，对法要有信心，啊，对僧要有信心，啊，对戒律要有信心。这个叫四不坏信，叫万善因之而生。
所以我就跟诸位说，你要亲近三宝，你要记住师父跟你劝告啊，永远不看众生的过失，包括你亲近的善知识，永远每天自我啊回光返照的检讨啊，因为跟着这个师父出家也是一样，我不看上人的缺点，我看上人的优点，就这么样子，同参道友也是一样子。那么你这个信存在了，你就几刚一直增进你的道力。为什么？清净心、感恩的心、随喜的心，功德就显现出来。无量的功德从随喜来，无量的功德从感恩来，无量的功德从信心来。要建立这样子的心啊，是通妙真之正见啊。你也不信心里面的通到这个妙真的正见呢？你没有信心，第一步你就行不出去啊。入圣必正，誓不坏信啊！你那边入圣，你想要进入圣人的阶段啊，你一定要正什么呢？誓不坏信，不坏，简单讲就是不变。是种不会改变的信心，对佛永远信心，对佛陀所讲的法永远信心，对身永远信心，对佛所制的这个戒律永远信心。那么你想想看，你对佛法身、对这个戒律邪这样永恒的信心，你修行过吗？你哪一样不会成就呢？哪一样不会成就呢？啊，所以啊，这个不坏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就我们出家人也要自我检讨啊，出家人自我检讨。我都跟徒弟啊告诉他们，是吧？三种人不可接近：第一个小人，第二个女人，第三个世间人。啊，当然对女众来讲就是男人呐、啊。啊，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身宝要给人家众生信心的话，通通不能干预到在家人，通通不可以。哎，那么我们有修没有修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干预到在家人的话，变成啊也退失信心了。哦，你不相信，你今天看啊、哦，你今天叫伊买一台录音机给我，明仔叫伊买一台奥多拜给我，后日叫伊买一台啥给我，你看伊要对三宝有信心吗？无信心。你去告人道，我爸爸无滴，那他会破坏他的信仰，对不对？啊，出家接触的在家接触久了，他不是圣人嘛，一堆看你也看掉，保持一个距离，他反而会尊重你。所以刚才说你出家人有德性，你不想要大众生人就来给你躲，因为你若没德性，你拼命要大众生人就对付你啊，招呼你对。所以是修身养性，自己就像树木有根，自自然然一堆开花有结果，一堆必有经济经济众生啊，树木有根就不怕没有水果吃。我们出家人肯在慈悲喜舍德性下手啊，不怕没有众生可以度，就怕你没有德性啊，就怕你没德性啊。为什么？如果你太接近俗家的话，人家会坏掉这个信心，会坏掉这个信心。佛陀当时在世也是这样子。第四，喝自得之喜意。贺就是负担，负担啊，说贺就所谓的感恩心啊，贺自得之喜意啊，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拥有自得，哎，怎么样啊？要有信心，要信，哎，这是欢喜的依靠，是吧？以信为首，能取法宝啊！你看，佛经的功德的信哈。是万善的根本啊，你没有信就什么都不要谈啊，你没信心就什么都不用说啊。第二个七圣才之圣台，把笔拿起来，七圣才：一、信心；二、戒，持戒的戒；第三、禅；第四是愧。信、戒、禅、愧，第五叫做闻，就是多闻啊，多闻。思就是所谓布施，再来就是定慧。七圣财就是七种东西是圣人的财富，叫做七圣财。圣人以这七种为财富，
世间人呢、啊，洋房、大楼啊，老婆一个接一个啊，无量的珠宝，哎、啊，然后房地产，然后自己拥有一个花园啊，轿车、娇妻美妾，这个都是他的财产。圣人以这个不以这个生命法做财产，圣人啊，用这七样。这七样是圣人的财产，叫做七圣财。为什么？他可以长养圣胎嘛？啊，信心、持戒、惭愧心，惭是愧，这惭是对自对不起啊，自我检讨叫做惭，愧就是对不起别人啊，惭是对不起自己，愧是对不起别人，愧对他人嘛，我们说愧对他人，愧对他人嘛，这惭跟愧是不一样的喽啊。愧对他人，如果你内心里面常常在自我检讨，有惭愧心，我有没有对不起他？那么当然，咱的这个嗔怒心就较少啊。那世间人，大家嘛讲伊对不起我，大家嘛讲伊对不起我，对不对？啊，以前呢，有一个人呢、啊，要出家，啊，出家了，找个雷音寺。找给林师了，我来谈一谈，哎、欸，被他爸爸抓回去了，揍一顿以后，哎、欸，去吃头路啊，去吃头路了，在工厂里面呢，受人欺负、啊、那个人与人之间，人去勾心斗角，搞小团体，嫉妒这个诽谤那个诽谤这个，哦，啊那小姐的曾辉刚曾水水下班了，都卡拉 OK 唱歌，现在有诶无诶，哦，安尼了，一个经过几年了，又搁走来。哦，一个照给，哇、哦，法师啊，我这世间人哦，就不怕多。为什么？我跟他讲，就是没有惭愧心嘛，只知道认为别人对不起他啊，一竟然没想过我对不起人家，没有想到了，不知足，不自我检讨，不会反省，他没有惭愧心，他没有圣人的财富吗？圣人的财富就是七种心：信心、戒心、惭愧心，再来多闻。为什么？为什么书一直苦根讲？你一定要听佛法，一定要听闻佛法，唔通家己一个踮咧厝里看册。除非你真的是经教通达啊，你真的经教通达、明心见性的人，否则的话，听法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闻就是多闻，多闻他才能够修正自己的观念。哦，我以昨天的观念错误，我今天来听闻佛法。重新再修正，修正到跟佛的观念一样，就开示悟入，就入佛的自见，入佛的自见，闻多闻，再来思，这个思啊，就包括身心呢、啊，身体一切思，心一切思，心一切思，啊，心一切思，思啊，师父讲这个思的用意就是说，那咱这两脚，这两只脚跌去，想就跌哩吼。那钱拢不好，一点用处都没有，哎，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讲，那哪边等个有钱再来报喜哦，那无报喜的，下关的机会。所以这个思啊，哎，要掌握那个因缘机会，思一切思，有因缘马上思，啊，定慧，那么你就心中无所住，那就定啊。对不对？久而久之就长养圣胎，那就是智慧了啊！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学一样师父会所教定根慧？我用三个角度谈得来的，我们跟他谈佛法；谈不来的，合掌令欢喜；要害你的，跑得远远的。就这样子，我用一个观念定根慧，用一个观念。啊、我永远不跟众生敌对，我永远不跟众生敌对，定根慧，不跟那众生敌对，也不结恶言，大不了就不讲话而已，这个是最多极限、啊、慢慢那每天就参这个冲突，参这个冲突，心要开始定。所以这个定慧啊，除了我们用佛法去修行以外，在日常生活不要自寻烦恼，信为发财之初果啊，功德法财嘛。对了，信为欲依，这个欲就是愿啊。这个爱那个爱谁啊？说信心是一切愿力之所依，
这句话要这样解释才对。所以信为欲，这个欲就是愿力，信心是一切愿力之所依。意思说你如果有愿力，那么定定愿力，你如果没信心，这个愿力发两天而已，好，发两天，发三天而已，发一年两年而已。信心是一切愿力之所依，愿力嘛，啊，第七，那无信心，随解文义，空无所获啊！啊，只会在文字里面打转。你无信心嘛、啊？叫伊两不无信心，弥陀经看无看无，叫念南无阿弥陀，不要。为什么？唔在乎我，唔在乎要给了世界无，对不对？若无信心，随解文义，空无所获、嗯，什么都没有啊！哎，我对三宝有信心，所以我今天的坚持，到今天学佛20年，没有退啊。没有退道心，对不对？为什么、啊、就是有信心嘛。哎，第八，信如清水珠，令得不信一落水啊。哎，这信啊，这个信心嘛、啊，提起来，啊，提起来。第九，成就世出世间圣贤的初门啊，成就世出世间圣贤的开始，初门就是开始啊。请求空诸万啊，空诸万，人的不信不敌己苦啊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这样解释，不人没有信用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用，不是这个意思。人而无信是信心的、啊、一个人啊，没有信心，不知其可，就是就不必去讨论他，就知道这个人如何了。哎、啊，意思就是很差的意思啦。这个人这个信心没有。就什么都不要谈，人无信。那么这个信也可以解释是信用，一个人对人没有信用，当然人家都对他没信心、啊、那不知其可，那么我们也不必去讨论他，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有多差。那这意思跟刚才说的不够就对了。第十、啊、表示沉静之加油。哎，这个油本身是一种计划了啊，计划啊，那么是也是可以就是一种礼物了啊。信心是表示什么？是一种沉静最好的礼物啊。你要给人家一个沉静，就是对他有信心。那么刚才讲的沉静最好的表现就是信心，就是表沉静之加油，沉静之加油啊。如春秋言，国有诚信呐、啊。蔬菜可见鬼神，可修功王啊。够就是如果啊，只要啊，如果我们有了诚心和信心，就是随随便便简单的几碗蔬菜啊，简单的蔬菜，也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说很澎湃，弄不可见，这个见就是推进的见啊，就是推己可见啊，见也可以当作是祭祀，就可以用。只要我们拥有一颗诚心，简单的蔬菜水果就可以来祭祀鬼神。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好，我们祭如在，我们祭祀这个鬼神，这个心啊，我们诚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哎，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诚意，鬼神就在我们的面前呢。这蔬菜可见鬼神呢、啊，修。这个修就是呈现啊，这个修不是当作修路啊 ，CEO 修修就是呈现，呈就是一个口，在一个撇，在一个图，呈啊，把这个公文呈报上去的呈，献啊，就贡献的献啊，可修公王，这个公以前呢就是三公，王就国王，表示位尊啊高贵的人啊，可修公王。啊、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呈现我们的诚心、啊、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拿这些简单的菜来祭祀鬼神。只要我们有信心，就可以 啊来怎么样呈现给三公，或者是这个国王的公王啊，就是比位尊极贵的人。信有如是实意啊，所以经出一表如是表显啊，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才有信心呢？很简单，这三宝内不
干三宝的过失，不讲三宝的过失，不传三宝的过失，信就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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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长，就这么简单，那就这么简单。啊，你的信心得一直起来，然后回光返照，我对还是不对？我对不对？我有没有解脱？这是最重要的。好，最重要的就是回光返照，这才是真正自己生命的根源嘛。你每天看别人，那别人生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别人的生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根本就跟我们没关系。哎，到临终的时候，他解脱了，你怎么吃？啊，那个人这样多坏多坏，啊，你是你在讲的啊。啊，人他是不是有真正坏？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世间报章杂志只能做一下参考？不，报章杂志只能做一下参考，为什么？建立的角度观感不一样，懂得一起继续参课呢？这个就是角度的不同，那么在这个世间就变成没有真理，真理要放诸四海而皆准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对不对？实相印，实相就是当下具足，无相无不相吗？那这就没什么好辩论的。所以共啊、我们要追求真理的话，我们内心呢要具足观照，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起一个烦恼就不对，起一念嫉妒就不对，起一念贪嗔痴就不对，内心里面这样一直自我检讨，安尼你就是一个入道的人，原来无只是伫个相内面咧打转，你只不过是一个凡夫尔，你不只不过是一个凡夫尔，你拼生拼死也在十住比菩萨论也是这样子，十住比菩萨论有一种出家比丘是坏乱菩萨道法。什么坏乱菩萨道法？为什么啊？他在《十住比菩萨论》里面，龙树菩萨造的，他是这么样看啊？他这么样讲，就是说，如果若有比丘啊，身怀慈心的、啊、慈悲心呐、啊，慈悲心，然后照顾以呵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以为他是持戒，然后此人持这个比丘说一切法有我，此人是破戒之人，破佛的戒律，就是不清净的人。啊，看起来一些慈悲在救度众生，但是一讲的都是讲为个我的存在，我执我见不破，是菩萨，但其实是破戒之人。这十住比菩萨论就是这么说。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的，修行它不是看外表的，啊，要看真正的悟的知见有没有跟佛一样。佛讲一切法无我嘛，啊，那么一切见不可得吗？啊，就是佛的见吗？是三世诸佛所说不以为如吗？诸佛同说过轻为细吗？诸佛是用过轻不以为如吗？诸佛为如理说呢？过轻为细，是用无相虽言不变为如吗？啊，注意那个不变，随缘不变，这个不变是指空性的意思。用这个形容很容易被误会，随缘其实是生灭，缘它是生灭，真经怎么会不变呢？这一句话没有觉悟悟到，你真一定看不懂。有一个人来问呢，一个比丘看到这里，他搞不清楚。师父啊，随缘不变的意思，是不是说啊，我随这个因缘，然后我心啊不要去改变，就是随缘不变？我说不对。那另外一个来问呢，说师父说缘既然师父说讲是生灭，随这个生灭怎么能够不变呢？对不对？随缘它一定会变的嘛，这怎么会不变呢？缘是生灭，有生灭有增减，它一定要变。为什么讲不变？注意这个不变，随缘要画等号，其实就是不变。因为随缘，缘的本身就是不可得，所以叫做不变。而随缘里面后面再加一个不变，如果你把随缘再加一个不变，就是真如，就完了，就完了。所以应该这么画，你知道吗？如果拿数节的符号来下，应该这么画：随缘等于不变等于真如。那么这样简单讲，随缘就是不变，不变的当下就是真如，它是不二的东西。但是因为随缘不变在大藏经里面他没有这样讲，随缘不变是中国的东西，在一切经典里面绝对没有讲随缘不变的，这是中国的祖师注解，他把它变成叫做随缘不变。
真正的法他没有这样讲的，叫做法尔如是。在经典里面讲，他只讲法尔如是，绝对没有讲随缘不变的东西。随缘不变的东西，它是中国，是掺杂的中国方便法啊，这个方便法却会让人家误会，却会让人家误会，会让人家误会啊。所以说，是随缘不变，是中国的东西。不，佛陀在世的啊，在这个阿含里面也没有讲随缘不变这个名词。随缘不变为如，实相无不相，实相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具足一切相，简单讲啊，实相就是具足一切相，实相就是骗一切相，骗一切相通通是实相，通通是实相。不变随缘叫做虚呀。阿难，从佛亲闻所传不以为如，无有故非名是，诸法为一心叫做如。一心就是无心呐、啊，绝代这真心就是一心呐、啊，一也不对。方便形容叫做一嘛，但不可出一心之相，则名是呀、啊。是心是佛名如啊，是心自佛名是呀、啊。世间的代志可信者叫做如是，不可信者就不如是呀、啊。啊，简单讲，如是就是老实啊，不老实就是不如是呀、啊。所以经典一开始啊，拢安尼讲。如是者，佛名啊，告诫学佛的弟子，一切应该以老实为根本呐、啊，啊，一切以老实为根本。啊，注意看我文啊，七十一啊，圣德等的第三行，我文，其灵文起的人，就是阿难。我者有三种称呼，第一，蒙一个我，就是我的，安尼伫咧永远这个痕迹，就是永远这样分别着。例如讲，我大，身小，啊，我这个我是一种无形的物件，哦，这无形的物件是真大，偏虚空，啊，这个身躯不过是。啊，我这个我的一部分尔，所以身躯较小啊。他认为有一个大一个大的我，但是这个色身很小。我小身大，哎，我有个无形的我啊，哎，藏在我的身上，就是不晓得藏在哪里，哎，所以身躯较大啊。我这个无形的我是较小，但是我在心中啊，这个无形的我藏在身躯当中。啊，身躯伫个我当中，还是身躯在无形的我当中。啊，我为上，我永远有一个我。啊，我为端，还是讲端就是讲哈，啊，这个完空啊。我为端的，死了都无哦。种种的妄执，就是。第二，是假思现我，啊，假思色的一个我。就是大涅槃的我住在独立性的颠倒啊，二圣的颠倒，假思色，所以称作我，这是只是假设的而已。七十二啊，世间流布就是流通的啦，世间四谛流布我啊，就是世间所啊随顺世间。必有人我之分而称我啊！世间人也称我啊，这你，这我的，这你的啊，这一定要有一个称呼。这无执而有用，是无一个执着的我，但是有一种作用的存在啊。方便讲，我们来讲啊，我啊，你啊，咱。阿难结集经典的时阵，称我们，就是属于这款的意思。而且有三种意义：第一，表示啊，不乖俗，不乖，乖就是违背，哎，没有违背这个世俗的，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第二，
表示阿难其心如海，自在无碍，所以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第三呢，表示自己啊，亲自讲闻听闻啊，唔是为别人点转来传授的。即嘛就天台宗四义解释这个五门，第因缘识。阿难念经不坏，就是耳孔一个会听一下，声在可闻之处啊，处就是范围啦，地方啦，这个声音在可闻的范围以内，是吧？阿难作心欲闻啊，因缘和合，所以讲佛经五门，亲像《报应经》安尼讲，阿难初临佛陀的时节的时阵，啊，伊就甲佛祖要求，讲我做佛祖。啊，这个世尊的这个使者，希望世尊啊，可以答应我啊，四种愿。那么其中有两种愿呢，就是讲，我因为较晚出家，所以啊，过去佛陀你二十年以来讲的经，我阿难拢无听到，是所未闻经。希望佛，你搁定甲我讲一摆，愿佛重说啦，哎，愿佛重说。第二，佛无论何时何处说法，必随时听闻啊！阿难啊，拢伫伊个边啊，因有处能缘啊，因为有即款的能缘，所以称作五门啊。第二，就教来解释，就教释。阿难结集的时阵是学人啊，啊，无我见，令何我慢，只是随顺世俗人，称作五门。这是小圣的藏教义，十字比菩萨论来讲，这四句讲有，有时啊讲有我，有时啊讲无我，有时啊讲也有我，也无我，也是有时啊讲非有我啊非无我，啊，清我这当中该对这个下见，啊，十字比菩萨论是龙树菩萨造啊，龙树菩萨造的啊，那么是里面是讲的实地的。一地的初地二地三地十地啊，十地的法，佛正法当中无我随闻啊，啊，无这个话，什么人要听闻呢？这是通教的意。大家往经安尼讲，阿难得闻书，阿难是一个得闻之书啊，以了解这个我甲无我怎么样，其实是不二。知我无我而不二，我就是方便讲啊，其实是无我，虽然无我不坏世俗地的我，所以知我无我而不二，令相教我亦不我，此是别教义啊。下面讲阿难为使者传持如来无碍智慧，以这个我就是自在啦。以语言音声啊，传宽教，传这个释教，令闻者懂得幸福，这是原教的意啊，原教的意。由正法念处经安尼讲，阿难有三个名，阿难得，中国叫做欢喜，以及是持修行种，修行种啊，小圣的啊。那么阿难跋陀，中国叫做欢喜贤，受持杂藏啊，这个念杂字。杂藏啊。第三呢，是阿难切陀，中国叫做欢喜海，七佛种。那么《阿含经》有点藏阿难啊，跟持藏啊，持菩萨藏。那么关于这个佛藏跟菩萨藏，这个是指佛的大乘法。哎、啊，佛藏跟菩萨藏，这个是指大乘法。是阿难吉的人的团起如来啊，速如也告法。四律也告，那么就是所谓的藏通别圆了、啊，通通具足了、啊，可见大圣啊，确实是佛说啊，可见这个大圣呢、啊，确实是佛说。第三呢，本觉性，阿难以世尊同款的空王佛所发的菩提心，处阿难本我，哎，今嘛方便实现做佛的使者、做传法的人，这是阿难的正我。啊，实现的嘛哈。
第四，观心的角度来解释，观因缘所生化，即空加中，即空即我的无我，即空就是徛伫个空性的立场。虽然讲我实在是无我，即即假就是讲即分别我亦无我，假就是一切不坏假名。哎，分别这个我跟我都无法，这个都是假名。啊，原来这个中呢，就是真妙自在的我。有关这个因缘所生化是关文文啊，这比较比较歹解释一点嘛。啊，关这个文文文文的意思就是讲啊，文有所文的音声啊，因缘所生化就是有了啊，是关照什么？关照一切的声音是存在的，哎，是空性的存在。是观闻闻啊，第一个闻就是闻于有所闻的音声，闻有所闻之音声啊，叫做闻闻，能闻于有所闻于的音声，听到啊，闻也可以当做听到，哎，有所闻到的声音。那么观空呢？啊，观闻而不闻，闻不闻这些，这个能闻。但是其实是不闻，为什么呢？这个因缘和合的吗？是闻而不闻，哎，虽能闻，但其实是不闻。何以故？哎，懂得就空吗？啊，观假是讲观不闻离闻呐。为什么？虽然懂得是空，这个不闻，但是呢，我们呢，就世俗地来说，我们还是说我们有所闻。啊，我们知道这个感受是假象，啊，感受是假象，但是呢，我们还不妨说我们有所闻，但是其实有所闻，我们一切法不受，所以闻而不闻，所以说不闻而闻就从空出假，不闻就是空嘛，哎，在不闻而起这个能闻，而且虽空性，但是不坏呢，啊，这个闻性，观中是观非闻非不闻，哎，讲闻嘛唔对。你讲不闻，其实无不无闻呐。要讲不闻嘛，唔对，坏了事相，俗谛也不对。哎，说非闻也不对，哎，说非不闻也不对。今嘛，佮就素食叹解释这个五闻，阿难未闻者，啊，愿欲闻，无听到，啊，希望佮听一个。那已经听到的，先欢喜，这是世界食叹。第二，阿难定则清我闻，大众啊，该悲悲嚎，他这个念嚎，啊，嚎就是痛哭了，啊，大声哭了哈。世间如来是就如啊，恰如就像见到如来一样的，啊，安尼可见阿难嘛该烟呐，各佛赶快的毛胸嘛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啊，金清我闻啊，这个今嘛讲清我闻。有文书结集经典啊，先唱这个题，楚清都是我们一种也比合比好，两种拢是令人啊，心乱无佛德之先啊，佛德之善，这是为人师谈。第三，阿难行者结集经典时，辛苦甲佛祖同款，哎，这个众生啊，怀疑世尊过来来，或者是他方过来。那就是阿难已经成佛，哎，即马讲啊，如是我们三种怀疑拢去掉，啊，就是对峙试探。第四，阿难学人虽然来说世俗来讲清楚我们，但是已经知影无我无闻啦，这就是第一试探，站在绝对的中道义，第一的试探。归纳来讲呢，如是我们就是这部《大乘妙法莲华经》是释迦如来。啊，在世时阵啊，金刻所说，我阿难亲将佛门，一词不忘。现在我老实啊，照原来一句不精啊，不加不减来读出来，诵出来，给大家听。第二是化时，一时啊，这是时成就。啊，讲这个法华加慧机感演合啊，啊，这个根基基的众生啊。啊，佛是灵感嘛，啊，灵感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来听这个
法华经啊，所以机感言合啊，机就是众生，感就是佛德啊。啊，要听说究竟就是啊，听啊，这听啊，就是为众生，众生能听吗？啊啊，说就佛，佛能说吗？佛能说啊，众生呢啊能听，怎么样？啊，这个众生听佛所说的法，这个究竟啊，它不是什么啊特别的意思。这个究竟在这里不是说啊滴滴啦什么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究竟之时就是说所谓的究竟是指因缘具足。啊，那么这句话哪呢？来讲的盖通顺，就是讲啊众生听法的心情，佛那么佮发一大心要说法，安尼因缘具足，这个时阵。果名一时呀、啊，果名一时，啊，这叫做世界色叹呐。印度清时间有两种，第一是实时，第二是假呀、啊。戒律当中时实时一呀、啊，啊，这个除了研究比丘戒以外啊，这个在家人他不懂的。时时时一，时时注意听啊，合一佛戒吃饭的时间，这个叫做时时。比如说啊，中午以前就是时时，中午以后的不合于佛戒的时间，就是这个时时该吃的时间，那、就是、日中。那么十一呢？啊，那三一跟五一啊，佛拢有自己的概率啊，就是合十一，合十一啊，以下这个时间啊，在很多东西在世，不是恁的行为，像恁的行为安尼，不是咱像咱中国人。中国的出家人，中国出家人说、啊、我今天要来做十事三，你去做二十事，没人来管理，对吧？很多东西在世不是这样，以这个三一五一、啊、一定有给你限一个时间，比如说结合安期结束了开始做一，限你一个月来三个月来，要是不然不行，不爱都交出来，不爱都交出来，他、哎、不爱让你、啊、攀岩这个信徒，而且也不可以让你 做这个三个月时间太长，然后你浪费着咱的时间、生命，影响着咱的修行。所以这个戒律中的时时跟时一，简单讲就是合一佛陀自戒吃饭的时间，合一佛陀作揖的时间。那这三口，下面现在也在这三口，有其实用。这个就是为人细谈。第二，加时啊，破瓜的这段时间是喜欢的下见，哎，自己虚假不实啊。这个的对敌试探，佛经当中所称一时，时时一得来合啊，时间恰到可以传这个道，哎，恰到好处。一时观一境合，能观的心跟所观照的境刚刚好，刚刚好，一念记住，一念一念相应，静修这端呐、啊。出名一时，第二试探，又因为各地时间无同啊，亲像啊，东半球是日时啊，西半球是暗时啊，各国计时的历法也无同啊，啊，亲像中国拢是用农历啊，啊，西洋欧洲拢用公元西历啊，所以袂当用确定的年月日。所以请这一时啊，哎，请这一时啊，咱大家还佫有讲暗时啊、日时啊分得清楚咧。你若去北极吼，啊，你就分袂清楚啊。北极啊，还是南极啊？啊，北极、南极都分袂清楚。为啥讲分袂清楚呢？啊，你一只安尼，啊对嘛？哦，我这地球是安尼，啊太阳安尼照来，这有日时啊，哦，啊这变暗时啊。啊，南极、北极无同啊！南极、北极，伊日头照落去的时阵，你安怎转，伊拢光的啊！伊拢安怎西，伊拢照会到啊！所以呢，那这个北极吼，伊那日时啊吼，22点钟，暗时啊2点钟尔，暗时啊2点钟尔。哦，一睏啊，暗暝连咪得个天光，连咪得天光，所以迄个时阵都分袂清楚啊！啊，咱这个台湾是亚热带嘛，所以啊，啊这个白天晚上分得很清楚。你若南极、北极，你是暗时根本都分袂清楚啊！吼、哦，啊你规天拢是太阳，太阳也不下山呢、啊。太阳诶，这个上山了啊，这太阳起来了
啊，闹钟响了起来，我准备上学了，太阳下山了。这北极没有所谓的上山跟下山的，隆重看了你在西南京东西，你逃啊那边呢、啊？我们的太阳通通在啊，都没有上山跟下山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是假象，是真的很清楚，就可以了解时间是假象的物件。所以也袂当用确定的年月日啊，你称作一时。那么因为六道众生的时间，拢不是无拢无共，比如讲人间五十年啊，四天王这一天尔，你看看看我人间的这生命看偌短啦啊，因这一天尔呢，一天尔呢，吼、哦。啊，比如讲我即马四十二岁啦，42岁，实在讲是40年吼，哦，40多岁，啊，你数天龙天下，吼、哦，对，50年1/5啊，啊，你甲看1/4年呢，要不要袂一工呢？我出世到即马吼，安尼要袂一工呢？凡是因咧行棋迄半棋也行袂了，我即马已经42岁啊。吼、哦，伫数天龙天啦，拄拄仔咧行围棋，唔像林海峰，迄个行围棋拢啊行几工诶，啊就四天数天龙天，伊拄咧行围棋吼，要袂行了，我已经42啊，已经要收起来咯。这个生命讲诶实在是真短啦，啊真短啦，也毋过来想着要往生极乐世界，介欢喜，较忍耐一下，较忍耐一下，啊，我讲要了生死就是安尼，第你就要大彻大悟。像六祖这样，生死就绝对了。第二，否则你就要断见识恶惑。这两项机会，你哪无得掉？你没有这种功夫，你就不会袂当跳出三界。哎，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无你都要相信净土法门。你说我不相信，那你就等着瞧吗？对不对？哦，你要躲你老爸老母，你又想阮老爸老母还是讲啊？哦，又想输嘛？哎，就唔办的。你是要叫安怎代替代悟呢？你要干？你要叫安怎悟啊？你要度你的双亲，你能用那个禅宗的当下，啊啊！你记起讲，当下你就开悟，结果记到苹果，啊，当下哦，你要叫我吃这個，提起来吃。你怎么度你的双亲呢？我问你呢。你说，哎呀，断见识或恶惑。你爸爸妈妈连听过见识恶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是要怎躲你爸爸妈妈？那老人你要叫他修什么？要叫他修禅宗的，要开悟的，不可能。那么唯一的就赌一赌嘛，那就是要相信净土法门呢，没机会啊，等于零啊，完全没有机会嘛。哎，所以说啊，生命是很短暂的，但是其实呢，要求了世界哈，哎。骨董啊，袂讲真久啊嘛，哦，上侪活一百岁，人才两工尔，所以一刹那之间，咱的生命就结束啊。时间呢，无啥物通计较，生死较重要，保持这个解脱的心较重要。啊，安尼就逐工都咧享受快活。哎，有一句中国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山中才七工啊，世上几千年。哦，所以安尼免来当确定讲何年何月何日呢？一三化住，佛是住成就啊，这是指娑婆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啦。啊，初土结初啊，堕落啊，就是讲咱这个初土啊，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啊，结初一开始啊，众生啊，佫真快乐啊，啊，但是呢，结真的多苦啊，以及东洲、西洲、佮北洲啊，啊，因为咱这个。啊，有四洲嘛，四大部洲。啊，如此之时啊，如此时时处啊，啊，就像这三洲的时间跟地方啊，不敢佛出。啊，东西北只有南瞻部洲有佛出现，东西北没有。啊，如此时处啊，就像这一个时这些时间跟地方。也无感应的佛出世，为在人寿百万或者是减到百岁时阵，南州有佛应现出世，这叫做世界试探呐。佛那出世就有临天显法啦，啊，以及显得精神，这叫做为人试探呐。有三性金性的众生，唔只当感佛出世啊，
令断三界的经济啊，应度生死之流啊，这叫做对治色贪啊。佛无生的生，无出的出，这是第一义色贪啊。就亲像《上华国语经》安尼讲，迄见如来顿落即辛苦，这是宗教；或者是见到大心小心，这是通教；或者是见到坐莲花台，这是百千亿释迦讲心地法门，这是佛教；或者是见心动虚空，遍一法界，没有分别，这就是圆教。本经正宗显，正宗啊开显啊，所以即以减沙教割果头之佛。果头就是果头，就是果位，就是藏教佛、通教佛跟别教的佛，叫做三教果头之佛。因为果头就是果位的最上，叫做果头，就是果位的意思。这个头就是位啊，三教的果位，那么就是佛。那么其实啊，还没有究竟义啊，是方便称啊，藏教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啊，所以是叫做三教果头之位啊之佛。体现圆教法不法三心佛啊，所以微妙净法身具足三十二相，即法身当下就是报身，就是法身啊！啊，参其他经典啊啊无共，佛的含义啊，这里、个、我是指性凡法师啊，老法师自称啊，《无量寿经讲义》当中已经啊解释了啊，唔免再多讲。一是啊，以是化处。大的王下城齐色杰山中，这城山呢，这是处，就是在这个地方说法华。释义也解释，亲像《无量寿经》的讲义里面也不重说，我们也讲过了啊。住有六，有三种，有三种。六欲天叫做天主，六欲天。上两界叫做梵住啊，上两界就是色界、无色界，就是梵住。所以梵也不盈溢，清净的意思啊，就是梵住。上二界啊为梵住。三圣的圣人，那么断见思惑吧，啊有般若吧，所以就是圣住。有思啊，就所谓的思心、布施之心。戒我们有持戒之心，善我们有十善之心，我们有布施心，有持戒的心，我们有十善的心，这个叫做天住，天人所住的。是无量心名叫做梵住，是无量啊，就是慈悲喜舍啦。当然他们不是佛的啊，慈悲喜舍的究竟，他们只是在天界里面用意识啊，叫做无事无量心啊。那么佛的事无量心就不得了了啊，名叫做梵住。那么三昧就是三种三昧啊，就是空无厌无相三昧为圣住啊，空无厌无相为圣住。三种三昧，为什么讲三种三昧？这三种可以让你进入定，可以让你进入定。比如说你修空观，心就安住在无所住里面啊。你无愿就是无所求哦，啊，没有愿，我无所求啊。如果把那无愿当作是一个无求，那更意识更清楚。空无求无愿，那就是无相，无所求是吧？无相见一切相。不着一切相，离一切相，无相，三种三昧为圣住，就是圣人修行依住的。所以甘丹贡，如果你要修到像圣人一样，那就是这样子：一切法缘起现空，一切法无所求，一切法无相。佛的三住具足嘛，三住的是天住、梵住、圣住，通通有啊。具足以及主蝶十力，力这个实力其实就是实质力。啊，十种智慧的力量，佛啊，十智力，无畏就是事无所畏，十八不共就是不以三圣人共啊。简单，十八不共法就是佛陀独有的法，只有佛有这种能力
啊，有十八种事情三圣人做不到，只有佛，所以叫做不共。十八种佛陀独有的而不以三圣人共，叫做十八不共法。那么这个要查大藏经的话，哎，也里面呢就可以找得到，或者是找这个啊，这个佛学大词典都可以找得到。名为佛祖啊，中者啊，譬如佛主义非空，非有的中道。现在在灵山说这个一性实相的中道法门，上来所说的化法、化法、化习、化住、化处，如果用这个理啊，显理来讲，学佛修行必须要实事求是啊，法门自性就是五门啊，体用不离，灵受相蒙，接教东西啊，三世平等啊，就是一时自性的弥陀就是佛。不离当初就是王城灵山呐，时时现身的说法。一个叫做化众，一个叫做化众，便于列众。哦，还有听众啊，佛讲经都哪有听众啊？无听众，可别讲我上听啊。声闻菩萨以及世间天人八部等，汇集灵山听法，这是说法之众，名众成就。啊、但是有五行应该会知影，啊，第一种来证实，就是讲用借着这大众的力量来证明这部经典是可相信的。除妙法为有名的大德所动文呢，不是虚构的，应当信受啊。佛讲，但是有遐尼一众生来听。第二，名众款式啊，啊，亲像本经讲，内密菩萨恨，外现声闻身啊。啊，说明啊，这个大众啊，哪些是全，而哪些是实啊？有的人呢、啊，是内在啊，怀着密啊，就是隐藏着啊。其实内心呢、啊、是菩萨修菩萨恨，但是呢，在外表上啊，外表啊是现这个心闻心呢、啊。第三呢，民众俱缺，哎，民众俱缺。啊，民众集结者提供，说明这个大众啊，哎，有的聚，有的有哪一些聚就是来到，确实缺少哪一些众生啊？佛在的恭敬，大众集合嘛，啊，那么聚就是来到，来参与这个法华的盛会的，就是聚；缺呢，就缺少了，没有参加的，就缺少哪一些？啊，在三行当中欠缺几佛，三界当中是欠无色界。五处当中无地界的众生会当来听经啊，也八部中无夜叉啊，也嘛无摩诃罗伽，拢无。第四明大众的处地，就是声闻菩萨、世主，世主底下加两个字，叫做人王。世间可以主导的，当然就是国王啊，就是世主啊。那么，但是如果说非人的话呢，那么就比如说龙啊、紧啊、罗、前达婆、阿修罗、迦罗罗以及地基天、空居天，这个是非人。世主就是他在某一个区域可以主宰，地基天有地基天的主宰啊，比如说四天王天啊，或者是倒立天，这个都地基天嘛。那么以上就是空居天嘛，是吧？啊，这个都有主导的人，所以这个世主有两种，一个是人，一个是非人。人的话就是世间的人王，那么如果天上的话，就天王，天王，天龙较大，你请问歌星、影星、龙腾，天王巨星，天王巨星不是称人王巨星，哎，或者称超级巨星啊 ，super star 啊，四主人王，以及发挥书中所有净法、利益、七法、弘法等种，一个名。众德行、声闻众、具足、数目啊，行修行功德威仪四种成就，有下无下微赞功德啊。世主只是名这个数目甲威仪尔啊，没有赞叹他的功德，啊，有学无学，并没有赞叹他的功德。那么诸众参加听本经。发挥大众列表如下，大众分作内护跟外护，内护佮分作声闻佮菩萨，声闻分作 BQ 声闻佮 BQ 尼声闻，
新闻就是出家嘛，哈，出家。那么 BQ 五名有列出这个啊、名字的，就是比较特殊的啦。五名的高低个，啊，五名是大低个啊。那么类数，类数啊，啊，跟探德赞叹他的德性，再来就是列名。那么我们现在、把它记述这个页数起来，那我们再慢慢讲。讲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查出来。所以我现在讲的话，在类数，在本书的78页，我们简单看一下78页。你看类数以大 BQ 将12000人哭，对不对？探点是赞叹伊的德行，79页探点，该是阿罗汉诸流已尽，无何烦恼。大地基里尽足有结，心地自在。过来就列名，第80页列名，这基名外阿诺乔成罗摩诃迦耶等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页数写下来我讲一段，讲到这个最后我们再核对的看所以类数是78页，本书的78页，探德是79，列名80，比丘无名大德83。那么声闻的比丘尼，尊重诸尼，可尊可重的比丘尼在84页，84内见诸尼85，菩萨的内数内护的菩萨内数86，探德87，列名91，86、87、91。那么外护是世足众，非人，非人底下分天跟非天，那么地基天第98页，空基天第100页，非天龙102，吉那罗103，千大婆104，阿修罗105，迦罗罗106，人106。那么简单讲，这个大众是从78页一直讲到106页，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写下这个数目，就是让你查阅很方便，一翻就知道在第几页第几页。本经所列听讲，听经的大众。一开始是声闻，先列出这个声闻。过来呢是菩萨，后来呢是世主人王，与其他大乘的经典多所相同。在事实上来讲，声闻的威仪参佛感观，因为都是披袈裟，相近如来，而且跟佛感观断这个见思业，所以正经为亲。正经为亲，这个要这样解释，证明因为比丘披袈裟，威仪像佛，而且又常常接近佛，跟佛一样断见思恶惑，可以证明这个经典是很有力的，亲就是有力量的证明，证明这部经典的的确确是佛说的，为亲，所以正经为亲就是证明这部《法华经》是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的，可以证明，名为内护众，所以简略天灵跟八波行乖服役说这天灵跟这个八波行乖就是这形状外表看起来不一样，你知道还有这服役就挂靠它也不是披袈裟嘛鸡飞侍奉但是鸡就是外表但是外表上看起来并不是侍奉佛名为外护众平常不接近佛有说法他才来了外护众证明经典的力量比较差，所以叫做疏，所以列在后面。菩萨有出家在家在家就懂修出家就懂经所以就在中就理想来讲，声闻含这个涅槃，天人接到这个生死，各有所偏。菩萨不含也不着，所以在中声闻中分作数类，先列出这个 BQ 分有名甲无名，有名无名，后边再列出这个 BQ 呢 ，BQ 呢分作尊重甲这个内卷。那么定义就是声闻众。声闻众第一个就是类数，说一
大悲求众啊，一万两千人故，一万两千人故，这段讲不了，这段讲不完，剩下五分钟而已啊，我的表剩下五分钟而已，讲不完了啊，那念一遍的话，不如明天讲，好吧？下课。